揾到集時間，下晝嘅5:14。啊，做傻兵嘅唔記得咗。頭先都係做呢個兵。批評阿 Sir， 仲有聽日就完啦。可能聽日會寫重重回片段對話暫停，即係已經完結結束啦，可能係。不過我拆咗兩個，我 set 咗兩個 M 襟先，俾翻重回片段兩次啊！即係尋日嘅，即係9月26號2016年嘅，仲有2015年嘅9月27。我記得舊年9月27係中秋節㗎嘛，係冇咁快到春天嘅，唔係好快到秋天啊，應該係。可能嗰啲好似陰人嗰啲咁黑，人哋睇唔到一堆咁多嘢嘅。不過我唔知尋日嗰集有冇講到，因為我兩集都有講到嘢，基本上我記得有一集講講下，突然間俾人踢走咗。不過我睇下先，我揾下先，我匿喺度先。好啦，由尋日9月26號批評阿 Sir 嘅片段，而家重回啦。你今日就温書，有兩個好大書温來温，阿 Sir 就冇禮貌。佢話有人有同學仔話我，如果 send 啲片喺群班群裏邊咧，就一定俾人一定有人報住，因為我唔知情嘅情況下報住，搞到我俾老師罰。好啦，不過我唔知邊個報住邊條街。有好多人都 check 過指揮官嘅車路程，所以啲人都唔信。嗰段片就只係講得幾句嘢就咩啦，好而家就重回翻9月27號一年前嘅對話睇下啦。都係9月27號，就係中秋節。呢句都係講得好咩咯，都好密，都好少嘅啦。因為我之前就係話9月27號啦，就係2015年嘅。我講咗呢句嘢就咩啊？睇下先，今日係9月27號係中秋節嚟嘅。佢好似就係我就係講呢句嘢，就係講咗。頭先有條撲街走入嚟嘅撲街，嗰個 mountain 咩八啊，好似係叫。你又靈魂吉嘅邊個入嚟啊？不過我玩火線冇，我係唔玩嘅。我只係重回，即係其中一個 BL4 只會重回片段嘅，可能兩集都重回。不過我要揾個實質時間先可以。但我發覺啲 server 係唔會開始嘅，基本上有啲 server 就由開始變未開始，基本上。哇！呢個音咁反轉咗。我呢班竟然有人同一個女仔 WhatsApp 啊，即係幾個 sweet 啊！我好似花牌都聽到佢哋講啊嘛，喂，好甜蜜啊！好似話 FIFA 17今日上市啊嘛，今日係即係 FIFA 16已經 out 曬，玩 FIFA 17嘅最啱。Minecraft 1.10咧就～好像是10月幾才推出的，未啊9月幾喎，有人只是公布都只是公布緊啲 Minecraft 嘅嘢啫。我頭先去咗買熱狗食啦，頭先都成班獅子會學校生小學嗰啲排曬隊喺度，有一個搭啲嗰陣時候有一個 BB 女，即係好似矮好矮嘅，佢咧就。穿了一件衫，只係著底褲，只係著底褲出街嘅底褲。佢陪埋佢阿媽一齊，哇！跟住我心諗，哇！女，哇 ！B B 女，你著咗，你唔著褲行出街，想俾人笑啊？竟然淨係著底褲唔著褲咁樣，你話著裙就冇乜所謂，你著褲，你著短褲長褲都冇所謂，但係你又淨係著底褲，你係咪想笑死我啊？其實？其實阿媽到底知唔知道到底咩乜嘢係褲啊？乜嘢底褲啊？乜嘢褲啊？係分唔清楚啊！只腳係乜嘢？即係我唔知道其他人有冇咩感覺嗰啲咩咯。
咁聽日咧就係佔領中環嘅兩週年。我記得兩年前就係有啲人就撐黃絲帶啊嘛，即係支持黃之峰。我成日支持，有啲人支持黃之峰，唔知道出咗咩事嗰度咩咯，就要求梁振英落台，係咪因為我以真普選呢句啊？如果話你有啲睇有啲係十歲嘅話，傾傾真普選呢啲，你估係你估個心情會點咧？O 曬嘴話咁細個都講港獨，勁喎！佢係咪識好多基本法？基本上係咪？仲係最後一世一級，但我發覺咧咁炒最後一級一定有一定有條撲街走入嚟，佢係想阻止我踩 M 升 M 級。我就知道之前嗰鋪925號嗰鋪，除咗之外有一個人拆我拆曬 M 級，突然間走入嚟，唔知道乜嘢。跟住咧，佢搞佢一死咗兩次之後就瞓地走咗。佢廢啫嘛，唔係我廢，我冇廢啊，佢廢。你話如果睇個學校整個徽章，你會整咩徽章？有啲人就話雞全部都係雞喺我個校徽，校徽啊，唔係培正中學。我啊，索性寧願將培正中學改做培雞中學，幾靚幾好啊！呢個字，培雞中學。我係唔得閒剪片，因為我咩唔記得咗，跟住我查，我可能聽日就話最後一次，最後一次片段對話，全自己原本結束啦，可能係咁寫嘅，可能聽日嗰鋪928嗰鋪，我想期待喺度星期五。我想無人都會記得兩年前發生咩事，兩年前佔中啊，三年前嘅佔中啊，即係嗰啲咯，即係2017年，可能有啲人都唔記得曬。咁快冇電喎，部手機，我部手機都玩30幾電。